上摩铁偷情，翁变假睫毛，顺便做爱。上摩铁理由百百种，还记得阿基师被抓到的时候是这么说的，安慰女粉丝。前总统李登辉办公室主任王彦均和女主播上摩铁时是说要写自传啦，明代王世坚和前女助理上摩铁则是说要听选民爆料，还有人是说上摩铁吃粽子纯聊天，有人瞎扯是开房间洗脚。彰化一名68岁送信男子的理由也很瞎，今年3月他和小28岁的陈姓美容师先吃完浪漫烛光晚餐后再去摩铁开房间，正在黑宿时被真心社和警方捉奸在床，这下百口莫辩了吧。不，他说女子是来帮他拔睫毛的，拔着拔着顺便黑宿了，后来又改口只抱着光溜溜的女子，只有抱来抱去了。至于现场的卫生纸和保险套，两人都说不清楚，否认有性行为。检方15号依妨碍婚姻及家庭罪起诉这对男女。懂新闻，上摩铁理由真好掰，报道。